我们刚才的人了吧？这个人。哪个人？没穿衣服这个人。没穿衣服这个人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拿锤子这个。我们是交警大队民警，你过来，你接受配合，配合我们工作。这样行不行？配合我们工作，好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组活你怎么了？你接受我们调查？我不接受，我在组活怎么就？还要降是吧？一股酒气，还要做活做活。我打电话怎么可以吧？我在组活，上去，先上去，先给我们上去。你要给我一个什么证据？我在这里组活单位，你在这里，我怎么给你证据？他现在说那要传唤啊，什么东西？裤子拿了去。酒驾和这什么东西？你要给我一个证据。抽血吗？抽血，抽血，直接抽血。去好。你喝多少了？我喝了大概3两白酒，刚刚没到。那是你开的，是不是？先把字给我签了。